我等疲极而复不为，不能复进，前路有远，今欲退还，导师多诸方便而作是念，此等可悯，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？作是念已，以方便力于险道中过三百由旬，化作一城，告众人言：汝等勿步，莫得退还。今此大城可于终止，随意所作，若入是层，快得安稳；若能前至宝所，亦可得去。是时疲极之众，心大欢喜，叹未成有，我等今者免思恶道，快得安稳。于是众人潜入化城，生以度想，生安稳想，尔时导师知此人众既得止息，无复疲倦，即灭化城，欲众人言：汝等去来，宝处在近，向者大成，我所化作未止息耳。诸比丘，如来亦复如是，今为汝等做大导师，知诸生死烦恼恶道险难长远，应去应度，若众生但闻一佛圣者，则不欲见佛，不欲亲近，便作是念：佛道长远，就受勤苦，乃可得成。佛知是心，却若下列：以方便力而于中道为止息故，说恶涅槃，若众生住于二地，如来尔时即便未说，汝等所作未办，汝所住地尽于佛会，当观察筹量，所得涅槃非真实也，但是如来方便之力，于一佛圣分别说三，汝彼导师为止息故，化作大乘，既知习矣，而告之言：宝处再近，此城非实，我化作耳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大通至圣佛，时节作道场，佛法不现前，不得成佛道。诸天神龙王、阿修罗众等，常浴于天花，以供养彼佛。诸天及天鼓，并作众伎乐，香风吹尾花，更遇新好者，过时小节矣，乃得成佛道。诸天及世人，心皆怀踊跃，彼佛十六子，皆与其眷属，千万亿围绕，俱行至佛所，头面礼佛足，而请转法轮。圣狮子法语：充我及一切，世尊甚难值，久远时一现，为觉悟群身，震动于一切东方诸世界，五百万亿国，梵宫殿光耀，其所未曾有，诸梵见此相，寻来至佛所，散花以供养，并奉上宫殿，请佛转法轮，以偈而赞叹。佛知时未至，受请默然坐，
三方即四维，上下亦复耳。散花奉宫殿，请佛转法轮，世尊圣难值，愿以本慈悲广开甘露门，转无上法轮，无量慧世尊，受彼众人请，为宣种种法，四地十二缘，无名至老死，皆从生缘有，如是众过患，汝等应当知。宣唱是法时，六百万亿该得尽诸苦集，皆成阿罗汉。第二说法时，千万恒沙咒于诸法不受，亦得阿罗汉。从事后得到，其数无有量，万亿劫算数，不能得其边。十十六王子出家作沙弥，皆共请彼佛演说大圣法，我等即迎从，皆当成佛道，愿得如世尊慧眼第一境，佛之童子心，宿世之所行，以无量因缘种种诸譬喻，说六波罗蜜及诸神通事，分别真实法菩萨所行道，说是法华经，如恒河沙纪，彼佛说经已，尽是入禅定，一心一处作，八万四千劫，是诸沙弥等知佛禅未出，为无量义众说佛无上慧，个个作法作，说是大圣经，于佛宴集后宣扬诸法华，一一沙弥等所度诸众生有六百万亿恒河沙等众，彼佛灭度后，是诸闻法者再在诸佛土常与施俱生，是十六沙弥具足行佛道，今现在十方各得成正觉，尔时闻法者各在诸佛所，其有主声闻见教以佛道，我在十六数诚意为汝说，是故以方便引汝趋佛会，已是本因缘，今说法华经令汝入佛道，圣物怀经句，譬如险恶道，迥觉多毒兽，又复无随草，人所不为处，无数千万种，欲过此险道，其路甚旷远，今五百由寻，时有一导师强师有智慧，明了心决定，再写记重难，众人皆疲倦，而博导师言，我等今顿乏，于此欲退还。